哎呦，这个司机有点豪横呀，干嘛的？哎呦，哎，兄弟，你这玩具不错。我这玩具该说不说的，能把你车拉跑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，吹牛逼。那要拉跑怎么办？拉跑我的车给你了。好，你说的是吧？我说的。那咱们试一下，好吧？试一下。好，试试就试试。一切准备就绪啊！今天这辆大众车能不能盘到手就看你的了，师傅。给我加油，使劲干，油门踩到底，好吧？必须盘它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车辆的后方以及它的所有的驾驶位哈，都是没有人的。然后这位不服气的司机帅哥啊，在前方，我们让他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推重哈，来上，到推土机上面哈，尽管踩没事，踩坏了不会让你赔的啊。来，开始盘，说话算话吧，算数。好，盘它，给油。哇，轮子动起来了，哦哟，很轻松啊。你的车还送不送给我？可以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广旭蛮大哦。那你的车还送不送给我？送，这两个亿的工程也包给你了。妈的，赔了辆车，我操！